来啦，才进呢，挺慢呢，这。好久没玩了，冲啊！这肯定是真的，漂亮蓝脸汉，拿着我的专属皮肤，撞哪个就是真的。好，继续，还是这个，漂亮。放错了，不对啊，这个也不对，哎呀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给有能力的人让让道，好吧？这个皮肤我发现了，不太爱拽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不爱拽。这个皮肤拽了立刻就可以起来，这就是人民币玩家吗？啊，不对，不是人民币玩家，实力玩家，实力玩家，这就是。有挂，又有挂啊！这把把有挂，可是不太好玩啊。看看有没有挂。谁起飞了？瞅一眼啊，有吗？没看见有起飞的呀。你拽谁呢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拽我干什么？你自己掉下去了。哎，这人你说拽我自己掉下去了。这小洋柿子。别急啊，好，我有这小猴子皮肤，可以说是势在必得，真的。我现在特别有感觉，只要没有挂，俺们第一把就吃鸡儿。只要他没有挂，冲！掉几个，差一点点，最后一个，漂亮。看看挂在哪里，瞅一眼啊。哎，现在为什么全是单人模式啊？真的团队赛好少，是不是他们挂就是能控制啊？就是能控制单人模式还是团队模式？团队模式好少啊，特别少，就基本上有挂就肯定是碰不着。有人飞了吗？起飞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有人起飞了。哎，希望来个团队赛吧。我跟你们反着跑，起飞了！我看楼上脑袋顶上有一个，你拽我干哈？精神病似的。傻不傻？非得拽？你拽我，你自己不掉吗？你能不能先保障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再拽别人？能不能下回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再去拽别人？你这他妈的上来给人给拽了，拽完以后自己飞了，坏人都不会坏。哎，出局快出局，七个。走，有点快，有点快，有点快了啊、哦！有点快，这是薛斌是有点快了。
这太快了！哎呀，差一个啊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来，谁飞？快，还没飞，最后一个。可怜的羊柿子，那羊柿子，还有那小狗，也飞了。小狗好像是他。有一个人我没看见，可能这是那个小黄蛋，他可能在天上飞呢。踢个球啥的，俩七个人不踢球，踢个球，把他挂上，淘汰了。又是这个破关，哎呀。你们呢？哎呦我，不会是一条直线吧？应该不太能哈。左边、右边，快快快快快！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哦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差一点点，可恶啊！我们最后一个，第九名，我们是，哎呀，可恶，差一点点。不开了吧，全是挂，没法开，不好开。快点进，这么慢呢的。挂太多了，一把一个。这游戏要完呢。我先让你跑十秒钟，让你们，哎，你们先跑来，我上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咱们一块儿把门推过去，对不对？这波没过去，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。虽然咱们是最后几个过的，但是我坚信，肯定会有笨逼被打下去。第一关还是随便过的。这啊！这他妈怎么有人在那堵着呢？哎呀！直接给我打到最底下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有个人搁那堵着，可讨厌了，真的。